你卖一点的东西啊，卖三块，我很开心。卖鱼，来呀、啊，王雷啊，来搞扣啊，啊什么什么虾搞扣啊，什么那些鱼啊，你知道吗？是没有什么前途啦。那些鱼啊，你知道吗？是没有什么前途啦。因为它的价位太低。因为它的价位太低。我才看到，原来伽马呢，你有拍过戏，跟林北拍过戏，林北还不知道。干你那，你这种人啊，你拍过戏，你知道拍戏的辛苦，对不对？妈的，卖鱼卖鱼没有前途啊！林飞今天就来，我看见你啊！我妈现在头很晕。林飞拿着两套烟嘛，妈的，好像你周围一样啊！拿来两套烟，你拿来拍两套烟。打吗？打你的呢！打你的呢呢！打你的呢呢呢！干你那双打，叫马云东来。在马来西亚的陈明龙叫双打来打你的妹妹，妈的打你的打你的哎打你的肉打你的汉堡，打你的打打打打给你的汉堡桶。我知道很多人啊，今天生气啊。哇，丹妮娜，我跟你讲，伟大啊！看到那个老安迪林飞，每次看一次看一次，我要屌死。对，卖鱼没有人，林飞全身都是鱼味。以前我西装勒卖鱼没前途，你以为我要卖鱼的林飞？哎，林北嘎嘎的哈，林北都是一个电影明星，是没有办法，林北没有工作，卖鱼哪里有啊？哪里有前途？像王雷啊，卖十块就很开心啊。林北就是卖十块很开心，你要怎样？林北就是有人跟我买，就是证明我名声，相信我，人家的十块也是很难赚，我开心啊，我活得开心，我不偷，我不去抢，我不去骗。哎 ，Grab 的人没有得罪你，全新嘛，他们都在马路。惊到三班，哎，疫情的时候未使出来吃，给那些车顶吃，给爱话艰苦，给无客，你还来损他们？以为这个他们要的咩？他们也是为了家庭才是这样嘞，对不对？这样嘞有什么？下车十块二十块，他们是流汗的，你们不用怕交通警察，你答应中一针三班嘞，整天料白走的，不会两针给我。对不对？千万不要去讲 Grab 的人，因为这一两年 Grab 的人是最辛苦的，真的是最辛苦。新加坡疫情没，还外面跑嘞 ，Yes， 又载不到客。我的朋友啊，跑两个小时啊，一个客都没有，你还这样酸他们？你有讲到王雷卖鱼没前途，林北听了就有一点不舒服，还压抑，对不对？王雷卖鱼没前途。林北听了不舒服，哇！你好。